清明时节，比如说，嗯，啊，现在不是中秋节嘛，啊，太久没读书，只有这一句，我们就经过点，啊，在这个欢聚的节日，有些人是回不了家，有些人是不想回去，像我就是不想回去的，哎，那个老妈打电话来，啊，这个回家看一下，不是，我在家的时候嫌我骂我，把我踢出去赶出去，啊，离开了，哎，好像女儿看你这个，不是，我是人哎，我是人哎，怎么死来换去的，哎，只是大家知道。台北物价高，房价高，有神仙能做一些，像乞丐，有事没事谁要去租房子？你看我那房间很小，妈9000多块啊，那小小的空间又窄，然后那抽烟器又要加钱，那么辛苦，不就被赶出去了？那赶出去之后，哎，要回来看一下。哎，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不知道伤害别人有多深，伤害别人都没感觉。我没讲什么啊，你干嘛出去？你干嘛这样子？这个又没怎样子，妈超级难过的，哎。回不去的朋友，我们一起享用快乐大餐了。啊，这些朋友抖内蛮多的，哎，谢谢你们，感谢你们。你们每天抖内都会成为零公尺的蛋白质和热量养分。我们吃这个，哇，各位朋友，哎，怎么看起来有点小？这个是这个汉堡王的无肉套餐，哎，本来要吃四层的，哎，点下去然后抖内，这个好像300多块，这个。有点多，所以我们变成吃224套餐哦。这个单点170几，加上薯条、可乐，224，看多少次。这个说真的，卖相不是很好，来看看一下。哇，又饼又塌，人家看起来挺挺掉的话，怎么这么圆圆一个？玩广告笨心。不过搞不好味道很好，对，拿这个时候要小心，不然会变成这样子。对。非常浓郁，非常滋润，肉感在口上哦。虽然看起来平平塌，可是肉其实很厚哦，两层肉加起来，两细两。甚至是汉堡包那个肉的时候，有时候那个面包味有点盖过去，可是这个是完完全全、充充分分的超级大肉感。嗯，肉很满足，肉很爽，整个外面都是。烤肉的肉要是那种原始、自然、直接、野性化，那这个就是 high tech 品味浓烈，这种优雅舒服哦。经过那个整理过的肉，排列好的肉，浓烈之中带有优雅哦。这个确实不错，真的很贵，可是真的好吃。汉堡王子吸管。哆啦 A 梦就这好不好？这汉堡王子吸管真的是讲了很久，讲了很久都不改，又难搓，你看又难搓，又难搓，味道诡，味道又诡异，它。那是吸管怎么卡住？这个我直接喝好了，受不了。这汉堡王的可乐都想点办法，这个真的不行，这个是太烂了。这个发明吃吸管的人，应该跟那个柯文哲关在一起，受不了哎、欸！这个造成多少使用者困扰？哎，汉堡王薯条还不错啊，这个其实蛮多次的。汉堡薯条只能说是，小叔，麦当劳而已，小叔，因为麦当劳有个特殊咸味，这个是他们忘不来的。这汉堡王的薯条怎么讲？有点短，不够咸，它不难吃啊，就是人家更优秀，但是应该便宜。汉堡就是超值，真的。来松成的肉，哦，爆炸爽口，没办法团圆，没办法回家，甚至自己不想回家了。嗯，别难过，别伤心，别自怨自哀，买份美食。
整个是跟美食团圆也是团圆的、啊。